仙踪守护者 Uni， 它是一款非常奇怪的皮肤，它的两只眼睛完全不一样，它是一只独角兽，在迷你世界中它拥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而这个朋友就是孟哥。如果你喜欢孟哥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我和学姐收到了一张爆料图，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得知，它是一只独角兽，家族面临了生存危机，它用林中的特产魔法珍珠换取了拯救仙踪魔力的坎坷之旅。仙踪魔力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个仙踪守护者 Uni， 它的两只眼睛完全不一致，一只是蓝色，一只是粉红色。在评论区中扣出8866，你将会知道为什么它两只眼睛完全不一致。而孟哥就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吧？孟哥有一个换装皮肤，而这个换装皮肤他就在仙踪中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同梦仙踪，这就是仙踪 Uni 所去的地方。所以说，仙踪守护者 Uni 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孟哥，你们知道了吗？